可以吗？现在朋友圈里发这玩意儿老有意思了，我给你们念一个啊。好。昨天吧，我在花市买了一盆含羞草，买回家去我怎么摆弄它都不害羞，气得我找老板，老板说恭喜你中奖了，就这么一盆不要脸的让你买走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老范呐，老范，看着我家老范呗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老东西，我喊你，你咋不吱声呢？静音模式。你说清楚点。静。我让你说清楚点儿。静音模式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说你这老东西还静音模式，有能耐你下耳睡觉打呼噜，给我弄个静音模式。哎呀，完了！哎呀妈呀，膀子掰了！哎呀，这疼！哎呀，老范呐，快点，快帮我摁，快点的。静音还是手写？我说你三句话不离手机了。我那意思让你看看我好看不好看，老好看了。哎，你没看你咋知道我好看呢？我要看见你再说好看，我不是瞪俩大眼巴瞎吗？哎呀，我是说呀，让你看看我买的这件衣服好看不。这件衣服给你点个赞。你猜猜多少钱？2.6毛啊！我这么贵衣服2.6毛啊！我这刚抢个红包2.6毛。哎，你说啥时候我能整个手气最佳呢？哎，我手气可佳了，来，我给你整，按哪个呢？啊，按这个，你看咋样？发出去了啊！我费天拉地整2.6毛，你这一手指头给我怼出去3.7毛，我里外里我赔1.1毛呀、啊、我！哎呀，老东西，你都走火入魔了。我说小米粒儿哎，你用啥教你爸学这玩意儿啊？自打会了那什么圈就开始不勒我了，成天在那摁呐摁呐，你瞅瞅你都成了低头族了。哎呦，我们的专业职称叫手机控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控控你的血压吧啊，这么大岁数不能老在这坐着，快起来活动活动，快赶紧起来活动活动活动啊，活动。我说你搁那干啥呢？又扔腿又晃胯的。你不让我活动活动吗？我是让你上外边活动活动。哎，对了，正好咱家没鸡蛋了，顺便买点鸡蛋去。你等，我把这个到心灵鸡汤看完我就。哎呦我，这没有鸡蛋哪来的鸡汤、啊？哎呀，鸡蛋马上就进来了。啊，瞧你这话说的，你不出去买，他自个儿就进来了。谁呀？后边还有人呢、啊、还有人呢，挺有效率啊。你看我这网上订鸡蛋，这个订单还没发出你就给送来了，你看看啥呀大爷，我是特意来感谢你的啊。感谢啊？你感谢他啥呀？感谢他帮我找到我儿子啊。你这个什么，你认错人了吧？还找你儿子，我自己生还生不出来呢，我还找我找来还能。大爷，一看你这好事做的太多了，都不当回事了。你好好想想，3天前在路边你捡到我儿子的。3天前，嗯，在路边有这事吗？我捡的是条狗啊。那就是我儿子。你是狗他爸呀？确切的说，我是狗的 daddy。确切的说，我是拴柱的 daddy。更确切的说。我家拴柱也就是狗狗。叫拴柱你倒把它拴住了呀，你也没拴住，我就在马路旁边那么跑，只因为我在人群中多看了他一眼，他就从未忘记我的容颜，无论我在马路上如何兜圈，他就一直在我身边从未走远。哎呀妈呀，你身上有狗味儿，天天跟你住一块能没狗味吗？不是你，我你非得要睡觉老铺那狗皮褥子吗？跟我那狗皮褥子有啥关系？
你瞅瞅你长得跟个肉包子似的，那狗要不跟你成棍。是，那条狗跟我30多年了，光姑娘就给我生仨了。小伙子，你那狗挺漂亮啊。是，可招人稀罕了、嗯。我就跟他吧，我照了张合影、嗯，然后我就给发到朋友圈了，然后我把你那狗送到社区去了。是。我就看到朋友圈转发照片，我昨天从社区把狗抱走了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大爷，我特意感谢你，给你买点小礼物啥的。你这不都买鸡蛋了吗？瞅瞅，鸡蛋钱还没给你呢，还得扔啥礼物了？不要，不算啥，这是好吃的。哎呀，别！妈呀，拿错了啊！这样，我回去换去啊。哎，用不着，小伙子，你就坐这，到这儿别客气。啥日子？还有人给我爸送礼呢？有好吃的。尝尝啊！别吃，别吃！哎，孩子，你先别吃。哎，不是，哥们儿，那个你吃的惯吗？挺香的、啊，那是狗粮。干了！哎呀，你这孩子还挺上学的呢。爸，你说你怎么还跟狗干上了呢？哎，爸，你看我一回家，看有人给你送礼，送的是狗粮。哎，我这手机朋友圈里面发的全是你跟狗的合影。爸，你可火了。低调。你爸爸只不过是做了一件非常平凡的食狗不昧的小事儿，用不着这么热捧，还挺谦虚。可是人家没说你是食狗不昧啊。啊，那是说我啥呀？那咋说的？那照片飘底写的是史上跟狗最联像的人。不是，跟狗联像是啥意思啊？就是说你长得像狗啊。别听他们瞎说，老伴儿，你说句心里话啊，咱俩过了大半辈子了，嗯，你说心里话，我长得像狗吗？不像。哎，都说你长得像猪八戒。我让你夸我了，我范奶奶，我觉得您对范爷爷的定位很准确。你善表去，哪有你呢？我开玩笑，爸，哎，咱不生气啊。完了，我就在这下面评论，啊，我说这是我爸呀。对呀，那没人相信我。他们都不信。那咋办呢？我说咱俩长得不像。是，我是故意不让你长得像我的。你要像我这样更嫁不出去了。爸，这样吧，咱俩拍张合影，然后我发朋友圈里证明一下。行，好，我也发朋友圈。来，看镜头。哎，摆 pose。看这边，爸。看这边，大爷。看这边，大爷。看这边，爸。你谁呀你？你跟谁叫爸呢？哎，不是。我谁？你不认识了？你谁呀？大学毕业晚会上，你是不是穿一个黄色的超短裙？对呀。然后跟一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玩了一个游戏。不咋帅呀。那就是我。大马蜂。嗯呐。两只小蜜蜂啊，飞到花丛中啊，飞呀我我飞呀。男朋友啊？不是啊。别打我，干啥？干啥玩意儿？不是男朋友，胜是男朋友。哎呀妈呀，胜死！那是因为我没来，我要来了，你就剩死了，知道不？吹吧，你就。我跟范爷，他谁呀？就是前两天我捡条狗还他了。啊，你还他一条狗，却引来一只狼，还是个大色狼。你闭了吧！你说谁是色狼呢？我看你才像色狼呢。范爷他说我。他说的对，你也说我，我发现了你们谁也不稀罕我，就我爷隔壁老王稀罕我。你爷稀罕你啊？啊，那是你爷实在没啥可稀罕的了。哎呀，范奶奶，哎，他们都不稀罕你，奶奶稀罕你啊。谢谢奶奶。哎，不过奶奶得说你两句。你也说我，你听着。你呀，以后别看着小米粒跟哪男孩在一块儿，你就逮个大醋坛子抱起来了，啊？那我都看出来了，人家就是同学，是不是？再说了，那小伙儿就个比你高点儿，帅点儿，爷们点儿，剩下你叫他差啥呀？除了这几样，我也没差啥，是吧？你别嘚瑟，好赖话你就听。小米粒，你今天有点过分了啊！哎，你还跟我叫小米粒？哎，你爸叫你过来，来，过来。这爸说你两句啊。嗯。
你不管咋说，人长大了，嗯，大姑娘了，虽然咱到现在也没有对象，但咱得坚持。那就矜持，别让人笑。矜持啊！嗯，我说了好几十年坚持，是不？咱矜持点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你们是同学，见面高兴兴奋，那得有个尺度啊！什么玩意儿一见面就啊啊有啊啊！你说你一跟啊他一啊啊，那个王小倩能不啪啪吗？听听，我啪啪你是有一定道理的。哎呀妈呀，你还想啪啪我呀？你再啪啪我试试。我啪啪你咋的呀？我刚才啪啪完了，啪完了。哎，我说大马疯子，你稳当点行不？啊，不是姨说你，今儿个你来看你大爷拿的狗粮，我就不说啥了，是不？见着我姑娘，总也不见面热情。嗯，哎，这也行，我也不说啥了。可是你们的朋友圈把你大爷说成跟狗连线，我实在接受不了。那不是我说的，不管是不是你说的，是不是朋友圈啊？我对你们的朋友圈就是有意见，就是有看法。范奶奶，您说的太对了。嗯，这朋友圈从早上起来就开始晒，晒吃的，晒喝的，晒穿的，晒玩的，吃个破方便面也晒哈的。是。我们小时候就晒萝卜晒地瓜啥的，现在可都好，没啥事半夜起来晒大腿。都是破草帽子晒脸。范奶奶，你看啊，你也不玩朋友圈，你咋知道晒大腿呢？那啥，下晚睡觉前你范爷爷在被窝里偷看，我发现的。妈，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说点别的啊！再说了，你说那都是朋友圈里的个别现象。是啥个别现象？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。谁呀？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妈呀，这谁呀？哎呀！啊，是你，真是你，老米。行，等会儿我看看。哎呀妈呀，这是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不是菜花妹子吗？可不是我妹，我的大姐呀，你可想死我了！可不是咋的，我也想你呀，多少年不见了。跟我说你在哪冒出来的呀？我搁圈里冒出来的呗。咋的？你也掉圈里去了？大姐姐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我呀，那天在我闺女那个朋友圈里呀，我发现一个照片。哎，我这一看，我的妈呀，这不是我多年没见的老姐姐吗？我在看你们家那窗外的环境啊，那景儿啊，这不咱家邻居吗？我一想啊，我一定得过来看看。我就过来这么一看，哎呦，真是姐姐！哎呀，想死你了，这事整得太寸呢。菜花妹子，嗯，昨个我和你大哥还说你了呢，是吗？啊，老范呐。哎不是老范呐，过去认识认识啊。谁呀？哎呀，她不是菜花妹子吗？菜什么花？哎呀妈，装啥呀？我认识她不还通过你呢吗？我这娃都多大岁数了，能不能矜持一会儿？范爷爷，就因为您这大岁数了，还矜持啥呀？上！不是你说你们这帮年轻人，你这一天都想什么玩意儿？那么乱七八糟，什么乱七八糟的呀？我们这岁数人跟你们能一样吗？花花，放盒子。啥岁数了还叫小名？那孩子都那么大了。菜包子，你还记得我小名呢？哎呀，这上了几岁年纪啊？刚干完的事儿。转眼就忘了。是小时候的事儿啊，一闭上眼睛就跟刚刚发生的一样。丢手绢，丢手绢，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后面，大家不要告诉他，快点快点抓住他，快点快点抓住他，快点快点抓住他。好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玩吧，我不在乎。真的，刚才那俩人还假装不认识你，这家伙正跟玩嗨了。
不是，咱老伴儿，你不乐意了？我说了吗？你没说，你比说还厉害。我跟他啥事儿都没有。那事儿啊，该有还得有，我不搞，玩呗，就把我当空气得了。哎呀，老米大姐想哪儿去了？我和他能有啥事儿啊？你说我出国这么多年了，我那个老公啊，拿我可当心肝宝贝儿了，比他硬是多了。我说老范呐，哎呀妈呀，你这个蔡大妹子是不是你哥你那什么圈给圈出来的？没有，你看怎么手机，你随便翻，你随便看，你看我朋友圈里哪有他呀？是吧？你看怎么？这咋那么寸呢？一下找到咱家了，还说周围环境很熟悉。你说，姐，你就别逗饭盒子了。你呀、啊，对朋友圈是不了解呀、啊。现在的朋友圈啊，朋友之间加起来可方便了，甭管你是国内的、国外的，包括咱们住邻居的，只要你摇一摇、扫一扫，词儿全加朋友圈里了。啊、哦，我知道了，老范呐，你是那蔡大妹子给你扫出来的。我们主要都靠摇。姐，干什么呢？能不能注意点影响啊？跟我妈在这儿呢。就算你俩是发小，那也不能一见面就丢丢啊，抱抱的。那他不丢丢，你不抱抱，我妈能吭吭吗？你看，你看，聊我妈的感受，你老还得我老姑娘吧？你看，范奶奶啊，干哈呢？怎么的？别老酸了吧唧的，别一看人范爷爷把菜花奶奶一抱，老丫头你就把醋坛子抱起来了。别一看范爷爷和菜花奶奶，咱这说一瞅，从小就是青梅竹马，一看范爷爷那些年也没追过什么漂亮女孩啊。你那意思我长得磕碜呗？没有没有，对不起啊，刚才吃狗粮了。哎那个阿姨，你别跟我说小气儿，我得说说你。挺好，好说说。阿姨啊，你刚才说我看大爷拿狗粮，这事儿我承认，我错了。我就不说啥。你说看不惯我见你闺女，我俩就默默啊啊的，我也理解，我也不说啥了。但是您说您对朋友圈有看法。这我就得说点啥了，啊？你说，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朋友圈，我才能找到我家狗狗吧？啊？就是因为有这个朋友圈，才能让我和大学同学相见吧？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朋友圈，才能让童年的小伙伴在晚年相见吧？这不就是朋友圈的魅力吗？是啊，孩子，听你这么一说，这朋友圈还真有意思。哎，小美丽子，哎。给妈也加上朋友圈。哎呀，还加啥呀？啊，咱们一把手机都拿出来。好，啊、都拿出来了，拿出来。来，大家一起扫一扫。扫呀扫呀找朋友，找到一个朋友圈。摇一摇啊，扫一扫啊，大家一起扫啊。